的小朋友同乐会是由一群台大慈幼会的同学为了加强大同妇孺教养院的小朋友们体能和肢体小朋友对运动的兴趣，所以特别在台北师专的附小为他们安排了这个集会。今天的同乐会是从早上8点钟起到12点钟为止，其中有拔河比赛、蜈蚣竞走、躲避球比赛，惠州还举行了优胜的颁奖仪式。